恋爱是什么？到底中学生适不适合谈恋爱？为什么父母会反对孩子们在中学时期谈恋爱呢？第一，影响学业；第二，思想不成熟；第三，那个啦。中学生到了这阶段的年龄，称为青春期，难免会对异性产生好奇。你会不会羡慕自己身旁的朋友们都在谈恋爱呢？你有没有想过谈恋爱？我也想谈恋爱。让世界充满着爱。周末你刚才要叫你懂我面面词吗？这一位就是龅牙哥，为什么他要叫做龅牙呢？因为他有两颗大大的龅牙。蛮牛，你不要乱讲哦，等我们陪你很久了啊。而这一位就是阿凯啦。他就是常常借我抄功课的那一位阿凯，这样是 OK 啦，不做朋友啦。他们两个常常都是这样，爱斗嘴及吵架，不过很快就没有事情了啦。这一位就是我啦，我的名字叫做林碧勇，我是一位非常热爱摄影和创作的男孩。大家都问我摄影是不是你的梦想，或许吧，但目前我只把它当成是一种兴趣。哪里可以摄影？哪里可以？为了一个女孩子放弃朋友，见了朋友能够吗？难道你要我为了朋友放弃一个女孩子吗？从这个画面中你可以看得出我们三位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在2010年的年终大假期里，我每天都躲在家里做宅男，每天慢睡慢起，夜夜都做夜猫，在家里吃饱没有事情做，所以就天天上面指数咯。在面指数的某一个角落里，竟然让我发现到一个长得不错美的女孩，还名叫小琪。她是一位很单纯很开朗的女孩，我喜欢她的笑容，很特别很可爱，我们常常都会一起聊天，聊得非常开心。这就是我们认识彼此的故事。不错了，有妹妹看。哎，奇怪，开学了怎么没有人呢？对啊，没有人呢，怎么回事？我们迟到了。Let's go。 第一次看到你，假如你熟悉，经常一。你不是我 Facebook 认识的那个女孩吗？对啊。啊，哎，慢点了，我现在先回班了，不好意思，我今天撞到你。拜拜。当天 ，Roland Q， Roland Q， Good morning, teacher。Good morning. So early, teacher. Do you think now it's still early? Maybe. Go and stand outside. 都是你咯，昨天嘛，被罚爽了啊。Oh, me lucky. 都是你有水啦。爹爹 ，How do you say me? 这里 teacher， 这里啊，这里。Yeah, even worse. 这里啦，这里啦。Get up. Okay.阿耀，你也是一个跑慢慢跑慢慢，对咯，腿比我长还跑比我慢，就是我啦。哎，不要这样讲呢，刚才路上不小心撞到一个女生呢。没有呢，就是上次我啊，是我上次在 Facebook 看到那个女生啊，那个叫。第一次看到你，假如你熟悉，经常 MVP， 绝对第一，你是我 V。你觉得美，你去跟着她好吗啦？去啦！怎么又是我？每次都是我，不公平哎！我抗议 ！No！ 里面你最帅了。哇！我跟你5年朋友，你讲过最好听的一句话，渣男，拜拜。这样回来。
么漂亮的妹妹，天佑就是你了。我记得我还要死恶心。妈咪，我泡十年的牛津了，失败了，怎么办？什么男人，你这样都不会成功。你厉害，你去了。Baby， 快起来，快起来。Miss, why you so beautiful? What do you want? I don't want anything. I just want your phone number. No. No why? Siam. Siam. Siam la. Siam la. 这么赚钱失败的。谁呀？刚刚叫我起来了啊。为什么这样大声这么？我哪大声？这个跟我讲点啥讲嘛？加个朋友认证。在哪上？我开在哪上啊？米勒基。谁在干干木？不干迪亚。什么沙加嘛？谁在拉迪亚？迪亚在谁呀嘛？出发！干！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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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是不是喜欢上了小七？哎，要不要跟他告白呢 ？OK 了，我就今天跟他告白了。我决定要追求他。干木出发。Berdiri luar. Kamu juga. Okay, fine. 当我肯定自己是喜欢上了小西了以后，那一天放学回到家后，我就决定信息告诉他，我喜欢他。小西，我有一件事情想要告诉你。什么事啊？我喜欢你，真的真的很喜欢你，你可不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好啊。当他回复我信息的那一刻，我很紧张，很怕他给我的答案是拒绝我，但是没有想到，当我睁开眼睛看到他回复答案的时候，竟然是接受我，我真的不敢相信，一切都来得太快，就好像做梦一样。就这样，我终于谈恋爱了。世界充满着爱，一起面对未来，不管未来怎样，让世界充满着爱，拥抱就像阳光，照亮了心房。你一定要回答、啊、嗯，我们会不会在一起？当然会啦，你说的啊。嗯，就这样，
我们给了彼此这一个承诺。为什么每次都这么来着我？哎呦，你知道我很忙呢。我刚刚跟妈妈吵架了。发生了什么事？妈咪好像知道我谈恋爱了，她很反对，说我年纪小，不适合谈恋爱。可是这一点也不公平，为什么姐姐又可以，我就不可以？好啦好啦，爹，答应我，不管怎样，我们都不要放弃，我们一起努力，好吗？好了啦，不要不开心了哦，我爱你。小琪的父母反对他谈恋爱，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放弃，我们仍然继续的坚持在一起。是的，我是一位非常爱摄影的男孩，有时会抽出时间来拍摄或剪接。但是自己的女朋友不怎么喜欢我的兴趣，因为我总是在拍摄或剪接时慢回复信息，或没接到她打来的电话。为什么？为什么你就是不支持我的兴趣？我要的是你的支持，你知道吗？对啊对啊，对你来说拍摄第一，我拍第二。为什么？为什么你就是不能够支持我？有哪个女生喜欢自己的男朋友和其他女生在一起啦？你想到哪里去了？只是拍戏而已。我是希望你能够在这方面体谅我、信任我，你明白吗？我努力学着体谅你、信任你。我不奢求你有多出名，我不奢求你拍戏有多厉害，我只是要你能够陪我而已。我只要一个简单又平凡的你。我也是一个简单又平凡热爱拍摄的人啊，难道我给你的爱还不够简单吗？因为你为了拍摄而忽略了我，我不喜欢你这样，让我好压力啊，很压力，你知道吗？我讨厌你。这你没有支持他嘞？有，可是我吃醋啊。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能够支持我的拍摄？那么你有没有跟他说过你需要一些省滴滴的空间？你也懂女生，如果自己的男朋友跟他讲什么省滴滴的空间，一定闹分手的啦。老婆，你
加到网站，我没 sense 不够咩？不 ，friend 都来地上，有钱就 message， 没有钱请我喝个杯哦。就是啊。那怎么办？分手啦！我都听到累了咯。对啊，不要闹不要闹啦！我现在该怎么办？分手了，阿爸出事。怎么啦？我都听到谁呢？现在有空吗？我在老地方等你，有话想跟你说。你等我一下，我去一个地方啊。算你。我去买东西。找我干嘛？其实我真的喜欢你。我可以知道为什么你这么快就跟那边跟男生在一起吗？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到底哪里不够好？你每次拍摄有在乎过我吗？你爱拍摄都过爱我。你现在失去了还懂得后悔？我又珍惜你啊，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支持我的兴趣而已。难道就不能够吗？我不想跟你简单多了，讲的都是一样的。不要这样好吗？放开我，我喜欢的是他，我们玩完了。想你的眼，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我想你的儿子啊，你的事情妈咪都知道了，不要再难过了好吗？
你可是个大男人呢，要坚强一点，有什么事情要跟妈咪讲，让妈咪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好吗？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离开我？不要这样子，一切都已经成定局了，坚强一点，好吗？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要把我最心爱的人从我身旁带走？我哪里做得不够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或许他的离开是上帝的旨意，或许你们真的不适合呢？这一次失去了没有关系，你要相信上帝，上帝一定会再安排一个更好、更适合的给你。我不要。我只要琪琪回到我身旁就够了。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快就跟别的男孩子在一起？难道我不够好吗？为什么？儿子，就算你现在再伤心再难过，他也不会回到你的身边。你就当着这次是上帝给你的磨练，过去了就让他过去，好吗？这两年里，我一直很努力，很努力，我很努力去包容他，去体谅他，去配合他。我只是希望他能够支持我的兴趣。为什么？为什么就不能够支持我的兴趣？为什么？是他没把你珍惜。是他失去了一个这么爱他又那么有天分的男孩，可是你千万不要为了他而放弃你最爱的摄影。虽然你失去了他，可是你还有关心你的家人啊，还有在乎你的朋友啊，还有你最爱的摄影啊，还有上帝啊，爱你的上帝啊。不要单看失去的，要珍惜目前所拥有的。既然摄影是你的梦想，那你就好好的去发挥它。你要知道，这是上帝赐给你的恩赐，你要好好的使用它，好好的侍奉上帝，上帝必定会祝福你的。其实你们现在年龄都还小，思想还不够成熟，根本就不适合谈恋爱，你就给妈咪好好的读书，好好的拍你的摄影，然后再答应妈咪坚强一点，勇敢的走出来，好吗？虽然这是我中学时期最痛的经历，但这也是我中学时期很美好的回忆。从起初到结束，有开心，有伤心。这段期间，自己一直都无法接受事情的事实，天真的以为一句承诺就能永久，心情非常沉重，非常绝望，生活变得没方向，很无助，很失落。我来到了主的面前，跪下祷告，合起双手向上帝祈求。我把我一切的重担都托付给他，求他带领我走出这一个悲伤。感谢主的带领，悲伤的过程中，上帝让我深深体会到很多。其实生命可以更美好，那就在于你要选择如何去过。你要开心的过，还是伤心的过呢？不要把过去的悲伤记录在今天的快乐。虽然失去了心爱的人，但我还有朋友的爱，家人的爱，上帝的爱。失恋的这段期间，朋友都无条件地陪在我身旁，他们扶持我，支持我，妈咪也安慰我，鼓励我，支持我，而上帝却没有撇下我，他带领我重新站立了起来，看见了希望。接下来为了不辜负父母对我的期望，我去努力的读书，专注于学业，为了即将到来的 PMR 奋斗。只有冷漠和残酷，这个世界
些，依然有希望和盼望。只要你付出关怀给身边的人，爱依然存在，让世界充满着爱，一起面对未来，不管未来怎样，让世界充满着爱，拥抱就像阳光照亮了心房，让世界充满着爱。非常感恩，最终我考到了很好的成绩，感谢主。之后我又继续的努力拍摄，享受着自己的兴趣。拥抱就像阳光照亮了心房，一起面对未来，不管未来怎样，让世界充满着爱。到底中学生适不适合谈恋爱呢？其实在这阶段年龄的我们，思想还不够成熟，还不是一段很适合谈恋爱的年龄。少年时期真的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又宝贵的美好时光，中学生们，你要选择怎么过呢？我是林碧勇，是一位16岁的中学生，而这就是我的故事，中学生谈恋爱。照亮了心房。好漂亮的妹妹，看哟，我电话好像没你的号码，哎呦，我不能。喂，坐好点啦，够流量。四下来 ，3, 2, 1，开始。难道拍摄对他来说 ？OK。我好幸福，哇！阿凯，我们三个里面你最帅哦，不如你去考一个。考马上啊！就是说，快点啊 ！OK 了，我去，等我消息。2, 1, action。哇哦，美耶！如果你觉得美，就跟他谈好吗？最近你去聊了吗？不，怎么又是我？每次都是我不公平，我要抗议！你去说了。No！ 快点去，快点！这是我跟你5年朋友，你讲过最好听的话，我教他。哈哈，来来来 ，2, 1, action！ 耶！耶！耶！哈哈 ！2, 1, action！好台湾了 ，1, action！ 这里有亮，看见。